开直播啦！今天有点烧香，今天有点烧香，因为哇，今天真的好累好累，但是我很有精神的开这个直播。早上去爬爬走，然后12点1点的时候，巧儿的新店开张，然后就在那边聊天这样，然后现在开直播啦，耶！我们一起讲，好，可以，我来讲。哇，这个灯光好漂亮。也进来了朋友，各位健康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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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hello， 金言，你们看到我今天比较烧香，没有声音哦，没有声音哦。hello， 安安，来见了朋友，拉一些，拉一些 ，hello， hello， 福豪，冯方胜 ，let's go，let's go，hello Miko， 晚上好，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Hello， 明生啦，晚上好！进来的朋友，快点帮我拉一些，拉一些。哇，今天哦，跟你们分享过，哇，那个小欧的开张是在那种烈日当空之下，来，我讲哦，我们是好朋友 ，OK， 来，我帮他主持。哇，他的狼塞哦，跟你们讲，他们我第一次看有店开张哦，那个狼塞武士啊，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哎，哇，我差不多能睡着哎，我不可以喂，我很主持，没有很晒，你看我的两个手，看到吗？这边是白的，这边是黑的，看到吗？我讲啊，不是为了球啊，真的不要去哇，太晒了，然后就那个天气弄到很热啊，但是 OK， 很好，真的很值得，因为很开心。Hello， 简单，周维丽 ，Irene，Sally， I love you， you're so pretty， thank you so much。今天穿了一个。牛仔的风格，牛仔很忙，今天真的很忙，做了很多东西。Hello， 灰人周 ，Braden， 黑木华，叫你，来，帮你们继续帮我分享起来，声音都变了，真的，因为那个，你懂那个狼声，咚锵，然后我又要主持，就要用很多的声音。Hello， 现在来分享，风恩帮我分享，贝丁丢分享，还有李祖权 ，Congrats。恐龟小哥，不要恐龟小哥，他的不是我的。Hello Goldrin， 然后青菜 BG 嘞，对咯，来来，刚刚我啊，前面那边一完了，我回去煮个快速面，那个面我吃就过来了，所以现在我已经吃饱了，我很有精神了，朋友们。Steven， 对，轻松啦 ，Beauty，Thank you，Eliso， 雪人你好，来朋友们，帮我分享我的直播，分享出去啊。Hello Ivy。BG 可乐 ，yes， 好了，都没动，来分享，哎，这边的朋友，晚上好，分享了，看到我吗？看到了，今天我看到了，今天精彩的分享，还有七松老 ，Have a nice day，very good day， 呀、yeah, ，朋友们 ，Hello， 安吉丽姐姐，还有烧，这什么东西看不到 ，Hello， you a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so much， 来，七百人的帮我分享 ，OK。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哦，一定没有人可以猜到我现在在哪里的地方。你们猜一下，现在我在哪里？猜一下，随便猜。谢谢分享，看到你了。谢谢美萍，晚上好 ，Bendy， 还有连川颂，吴碧。可是今天超忙，差不多晕了。不是因为忙而晕呢，是因为那个天气，那个天气太热了。哇谢我这是烈日当空啊，哇那个太阳是直接射在我的皮肤，你们自己看，看到吗？颜色这边的颜色跟这个的颜色，因为它是晒这边哎，我这边这个 OK， 这边还有我就保护它。新加坡，对，我在新加坡，没有错，我在新加坡。新加坡的哪里？谢谢柯孙，谢谢柯柯给我星星，哎，分享，可乐在 Bugis 吗 ？No， I know。Bugis, but near. Yeah, very hot. No, yes, very hot. 是的，我在新加坡，没有声音不用紧，有你们的支持，我就一定有声音去做一个小时的直播，没有问题。来，朋友们，七八人俩分享起来，分享我的直播，分享起来。OK， 耶、yeah, ，七八人的，有没有人猜到我在哪里 ？OK， 我靠近 Bugis， 靠近吗？算字。Hello, my good dear. 对 ，Steven 现在竟然分享。可乐要 drink more water. Yes, I drink more. I drink more water. Marina Square 也是靠近吧，也是靠近，有点接近了。
you must drink, you must eat well, okay? You thinking, oh, 我瘦啊，不会不会不会，我吃很多了，我吃饭了，给浪 no 啦，哎，没事，嗯，分享分享，帮我分享 ，no 给浪 ，no 给浪，来来来来，接近好，这个 area OK, city area, city area, 分享的谢谢林川松，谢谢你的分享，有没有朋友猜？对 ，city 哦 ，no, 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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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哦 ，hello, 还有哈夏尼克 ，Sunday no wrong.River City wrong, Minyawok wrong, wrong. 哎，接近耶，你们全部讲很靠近，靠近，你们再讲靠近一点。山顶头不是靠，不是山顶，再靠近一点。谢谢林安哥帮我分享，谢谢 Colin 现在才来啊。对，出席爬爬走 ，Yes， 今早我有出席爬爬走，哇，很早起来。不够睡 ，OK， 去爬爬走，爬爬走完了去抢完那边又很热，然后都白有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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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白 ，city area， 湖南 ，no， it's 接近，还没有，很靠近，你们讲的全部很靠近，再来加油加油 ，Hello Annie Annie， 帮我分享，猜对的可以来我们这边领一份礼品，哇，哦、oh.。猜对的朋友可以来这边领一份领一份礼品，老板娘讲的，不是南京八嘎，不是。City Hall 不是很靠近哦，哎，对，都没有人在这边啊。City Area OK Orchard 靠近。Orchard 哪里 ？Orchard 对 OK 啊 ，No 不是传得到。Orchard 对，把 Orchard 哪里 ？Orchard 哪里？来，朋友说起来，你们一定懂啊，这个地方很 famous 的，很 famous。Orchard 对 ，Orchard 对，对 Orchard， 把你们要写上 Orchard 哪里？不是 什么 Ultra 不是什么。S 不是不是不是三 D 对哦这对哦这哪里来说起来我这里啊第一个看到来有分享答对的朋友 Somerset 没有对吧 Somerset 对哇你们快点哦就好 OK 第一个哇有分享嘞 OK Michelle Ng 对吧 Michelle Ng Somerset 恭喜耶 Michelle Ng 可以啦我在 Somerset 然后我邀请了对啊一零二啊我截图你的这个什么线了啊一零二 PM 我现在在 each 对吧 each angle brow angle brow 差那么远了差那么远了 arch 没有他怎么样已经讲了我现在在 111 111 什么线恭喜啊刚刚的是讲的讲对的是米肖恩你帮我 PM 啊 PM Archangel Brown 我现在在 Archangel Brown 来我要邀请一个美女进来了我一个人哦哇有点喘了跟你们讲话很多朋友谢谢你们分享谢谢分享出去等下我再问问题老板娘可能随时讲你们回答对了然后就给你们礼物 OK 所以我在 Archangel Brown 我要邀请依琳姐姐 Hello 大家好耶、yeah, 来来来对，来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大家好，对，今天要特别给你们哈，给我们可乐的粉丝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优惠。没错 ，OK，、嗯、我现在在 OK Art Angel Bar， 不然这样啦，因为刚刚呢，刚刚是我们的这个谁啊 ？Michelle 嗯抽中了、嗯，现在你们刷起来这个名字 Art Angel Bar，OK，、okay,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我们在 Art。Angel Brown 刷起来等下我们来抽奖 OK 来给你们看一下 OK Arch A-R-C-H Angel A-N-G-E-L Brown OK 再给你们看 A-R-C-H Arch Angel A-N-G-E-L Brown 可乐越来越臭了 Yes right 哇随机送很多好的机器给大家哦哇我们的老板娘 Hello 你们今天一定要留在可乐的直播间因为他真的很宠他的粉丝真的真的我们去年合作他讲话很好然后我们一直想跟他合作讲要看我们的顾客服务好不好然后结果一年的考核之后才回来哦是的真的是很负责任是等一下我们随机送啊你们记得留在这里而且我很开心因为老板娘讲哦那是我直播的时候有顾客来到啊Angel Brown 这里呢做眉毛做了过后他还介绍姐妹来对介绍有的还介绍他的孩子一起
哇，真的嘞，大小同吃吃到完了。等一下看看我们的作品，他们你就知道为什么会介绍来了。是的，没有错。所以今天呢，我跟玲玲姐姐呢会一起来直播 ，OK？ 所以今天来，朋友们说起来，记得要帮我分享啊啊 ，Angel Brown 刷一排起来，敢敢刷。你们刚刚说老板娘敢敢送，我跟你讲啊 ，Angel Brown 呢现在有三间，我现在真的是 Somerset 有三间啊，接下来七月开多一间在 Dobigo， 对，七月开多一间在 Dobigo， 所以啊啊 Angel Brown 九年了，在新加坡九年 1, 2, 3, 4, 5, 6, 7, 8, 9 years 九年在新加坡，这个我现在真的是 313。然后下个下个月就是七月会在 Dobigo 开了一间，还有两间在一个 Clementi， 还有一个 Coburn， 还有一个 Clementi， 一个 Coburn、嗯。我现在真的是 Somerset， 之后会开 Dobigo 呀、yeah。Hello， 谢谢巧儿姐姐帮我分享。对，巧儿姐姐八点半直播，不用紧，看我先，不要管他。OK， 谢谢你们的分享，来了来了，我的女神 ，Yes， 今天哇真的，我用尽我的吃奶之力去帮巧儿。我为了这个 renovation， OK， 好，所以呢，我也拼在下面了啊。OK， 有四间好了， OK， 有四间好了啊。有 Clementi， Clementi 是在 321 Clementi Avenue 3， 门牌是01-0708两间，06-0708三间。对对，然后呢 ，OK， Somerset 就是我现在的在 311 Somerset 0416，你一坐电梯上你一定看到的，非常亮。非常亮的一间啊 ，OK， 然后 Coven 是在988 Upper Serangoon Road 0125 South of Coven，、嗯、然后呢还有 Dobigo 七月会开了，恭喜！哎，谢谢可乐姐姐耶！ Yeah， 我跟你讲啊，穿啊，你用你的一辈子来还我吧，乔儿，我跟你讲 ，OK， 来啊，对啊。哎，他们快点全部刷起来，继续帮我刷起来，继续帮我刷起来啊！今天我跟你讲，因为我在一年前，老板娘讲的，一年前我就跟他们合作了，我介绍了眉毛，我那时候有介绍睫毛还是什么，都有一系列都有介绍。可是他们家呢是出名眉毛，我跟你讲哇，我的顾客来到这边的，就是我的 follower 来到这边，他介绍他的姐妹，介绍他的孩子，介绍他的家人全部过来做，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把这个责任介绍给你们 ，OK？ 如果你们现在眉毛还是要画，睫毛还是要夹，嘴唇、口红还是要涂，这个直播 just 看，一定赚到、嗯、，OK， 朋友们。对。我们真的是这一次的促销是很特别为可乐的粉丝去设计的，因为可乐他真的很好，所以他就想哎，我的粉丝应该有特别的价钱，一定要必须要，对，所以都是有很特别的价钱给你们的。是的，进来记得啊，帮我写上来了之后呢，帮我分享，一定要分享。等一下我们抽出一位，多一位，除了刚刚那位朋友再抽的一位，你可以来到任何的 Angel Brown 去领取你的礼品啊，这个我帮你们争取的，我没有讲了嘞，没有讲了，自己争取的。OK， 说起来，自己就讲出来了。讲了。OK， 首先呢，我要跟你们讲，人呐、啊，跟你讲，睫毛很重要。我的睫毛是自己夹、自己画的，所以每天一睡醒，哇，还要夹，还要画，很累，对吗？是不是很累？对。现在不要讲什么人工做什么不是啊，我们要精益求精 ，OK。is have 什么 ？Assisting brown 可以 remove 跟 redo 吗？Caris 有一些情况可能你需要 remove， 有一些情况不需要。其实你可以安排时间，如果你想要买的话，你直接买下来先，然后之后安排时间来，我们跟你做 consultation， 是，然后再让你知道。对，我可以跟你讲啊，我们介绍了这个 Archangel Brown 呢，绝对不 hard sell， 可以做跟你讲可以做，不可以做就是大门这里请回一下，真的不会去跟你讲，对，一定可以，你不会跟你讲哦，哎，现在呢不可以做，我跟你讲哇，可以做到零至零这样，不会，对，可以做帮你做，而且呢，他们的手艺是怎样？画先，画了过后给你看，哎，你觉得 OK 吗？满意吗 ？OK， 可以才做，再帮你个人设计的 ，OK 以及什么 ？Is there anything eyeliner？ 有啊有啊，我们也是有眼线的，也是有，对，我们也是有操作眼线。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模特，就是现场示范的，等下他做好一边的那个眉毛，会给你们看效果。我跟你讲，差别太大了。是，首先我跟你们讲 ，OK， 我想要问一下现场的朋友，谁有做这个睫毛？这个睫毛谁有做？
对，你有，是你有做睫毛，你有 extension， 你有夹，你有画。我跟你讲，睫毛对一个人的讲太重要了。我的朋友啊，他的毛 OK 很多，满他的毛不翘，所以他去做了之后哦，他去夹去有弄之后，哇，直接长颈鹿的睫毛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不一定要做长颈鹿的睫毛，你可以选择自然的，也是可以选择长颈鹿的，都可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啦。没有说 ，Hello， 进来朋友，咪哦，米哥讲他有做，我跟你们讲，通常啊。睫毛如果我做了过后多久要再重复再做？一般上是一个月左右。一个月，朋友，如果你一年了过后啊，哇，真的那个眉毛哦，像你的这个某些部位会到北什么的呢？不可以 ，OK， 一定要 maintain， 你给它翘翘，给它美美，你就一直 maintain 它，就像指甲，就好像你去跑步啊一样要坚持的，对吗？对，是，所以 OK， 男生可以做吗？我们有男生顾客做，其实可是男生一般上他们做很自然的。对 ，Christian 问 How much is the eyeliner？OK，、okay, 我们 B 那个号码。OK， 我们 B 呢 ？Eyeliner 的话，这个应该是。呀，没事 ，Eyeliner 是那个眼线，对不对？你可以 WhatsApp 帮我Christine Dan， 你帮我去 WhatsApp 他们拿 WhatsApp 他们。我们今天呢是有促销，是其他的 Eyeliner 也是有。OK， 爱男人也是有吧，你去挖掘他们，你问他们多少钱 ，OK？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睫毛。对，我们先讲睫毛。对，三种睫毛，谢谢你，来，我们变了没有？变了啊，我们的号码是，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来点啊，我们的号码在下面了，有些地址，然后挖掘号码是91756511 ，OK？91756511，去 WhatsApp 他们，我们客服会回复你们。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们。没有错。OK， 讲到睫毛，我们今天有三个被套，我跟你讲，我都很想做。第一个，你可以做。第二个想做，第三个哇更想做。OK，What、okay, is the price of the eyelash extension？ Okay, 就跟我讲的吗？对 ，Exactly。OK， 你好 ，Nicole， I tell you。You stay the life or you would win 赚到怎么讲？Earn already. Because why 啊？今天我们有三个陪他们考，三个。OK，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我放大给你们。来，给你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走自然的感觉，78块，朋友们，你们在 Somerset。你们在 Cremonti 可以做到78块，还是自然的。比如讲，老板娘就是形容我没有做啊，我是自己画自己夹的，是不是自然？如果你们想要自然的，走78块钱。对，如果你们第一次做 extension 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或者你们喜欢那种就是我出去人家以为这个是我自己的睫毛的，那你们拿这个78块的 promotion。对，哎，你们看多么自然，就很像你涂 mascara 夹一样。这个78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觉得哦，我是当素颜，只是要有点精神，78块钱 ，just try。我跟你讲，外面绝对找不到这个价钱 ，promotion for the。Live 呀 ，Live 呀，所以要的朋友去挖掘他们，这个是最自然的。对，你们可以直接 pay now 也是可以 ，pay now 之后你们 print screen， 然后过后挖掘给我们。Where is the location？ 龙泽 ，Yes，OK，location、okay? got three，now got three，Cremonti。OK, Coven, and now I at the Somerset. But, 七月 got the Gobido. OK, 每一个地点你都可以去，我拼在下面了。超级靠近 MRT, OK, 你爬着来都可以来 ,OK, 78块钱 ,net 哦，老板娘 net 哦。对 ,net。net price. Hello, Mandy. Mandy, 对，进来的朋友是的。所以对Miko 讲 ,I like the natural。嗯，对， yes. 如果你喜欢 natural， 你就可以拿这个 natural eyelash extension。一个什么只能买一样买一个。哦，对，一个什么一个 IC 只可以买一个。一人只能买一次哦。对，因为真的是超划算。你我一眼走进来，没有这个价钱拿、啊。有做牙齿吗？牙齿？没有，我们没有做牙齿，目前没有。你不要没有那样长那样。专业做眉毛。专业做眉毛啊，这个。嘴唇 eyelash。对，哇，那个什么，你我卖榴莲，你要苹果；好，我卖芒果，你要西瓜。OK， 这个是我们的睫毛 ，OK， 最自然的78块钱。OK， 我们还有第二种来。OK， 来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的 Camellia Lash。Camellia Lash 它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如果你要自然，我们可以做自然的；如果你要做浓密，我们可以做浓密。OK， 来我们的 Jennifer Lu，How to book？OK，Please、okay? help me to WhatsApp。我们下面有一个 link， 你可以点击，直接就是 WhatsApp 的 link， 不然你去9175。
6511，我拼在下面了。如果你没有看到哦，你出去再进来，我下面已经拼在上面了。地址下面就是 WhatsApp 9175-6511，或者是点击这个 link。就可以去挖塞啊，去挖塞他们 ，OK， 去挖塞他们，谢谢你啊。或者你可以直接 PM 我们 Archangel Bro 的 Facebook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Facebook 什么 IG 他们的都会回复你们的。来，这个98跟刚刚的89，哎，89，特别价钱89，不是98是89的芭蕾啊。OK， 我从 JB 这么多来可以吗？可以 ，OK， 哎，哇塞，谢谢你哥，谢谢你的支持。米高伊一定是一位大美女来的，所以她对自己很有要求。嗯，放心，米高来到一定是做美美的，而且不花销的，没有花销你的，这是 net 的价钱。你觉得满意？你觉得舒服？你介绍。嗯，哎，累了，累住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累了。OK。OK， 啊 ，Start for Coven 活动在东哥，对面。哇，厉害，咖啡对，就是对面。厉害 ，OK。对。Where is the link？ below 我们并着的那个。对，并着的。Any 啊。这个我们没有包括 free touch up 的，一般上就算你没有 touch up， 也可以那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当然，如果你要 touch up 的话，你可以回来做一个付费的 touch up。是 OK， 所以这个有刚刚那个自然的有什么分别？刚刚那是78，现在的是89。对，这个是稍微浓密一点点的。然后我们现场有一个 Kelly 她本身做的就是 Camellia 的，可以示范给你们。耶、yeah! ！来来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89块的，很自然呢、是的，所以呢，就是它是比较自然，然后并且浓密。对对吗？因为刚刚那个78的是像我这样，就是自然，很像刷了 mascara。对，然后我这个好像有了 eyeliner， 然后又有 mascara 的 effect， 所以它就会看上去更加的有神一点，浓 volume 会更多。关眼睛，哇，漂亮！一点都不像狼腮耶。那、做睫毛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我有些朋友做到哇，一开眼睛哦，哇，狼腮这样，可以浓腔，把这里不会。走的是自然的。Hello， 哔哔哩，店在哪里？来三间啊！我现在这里是 Triple One Somerset， 对，他们有 Clementi， 还有 Coven， 七月会有 Dobigo， 四间 MRT， 所以你们大家怎么来都很方便。对，在新加坡已经9年了。对 ，Any offer or eyeliner？ 对 ，eyeliner 有进去吗？不要紧，你杰森帮我去。哇塞，他们老板娘讲爆可乐的名字 discount， 对，可以，一定有 discount， 一定有 discount 啊！我们眼睫毛哈，我们作为女性啊，一定要尝试一下，因为它会让你出国的时候，还是任何你打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你都觉得自己很开心。真的，真的有毛跟没有毛差很远，你那个有神呐、对，你有一个毛的够哦，真的是不一样的，会让你的眼睛瞬间被打开。哇，有朋友帮我们写哦，要8到10分钟走过去 ，buy package 什么 ？What is 什么？多久需要用？我买了够多久要用？今年12月31号之前。哇，棒哎！现在才5月，你们可以半年呢。对。is at Coven 什么 Hamlet Mall？ 在 Star of Coven。到空走过去没有8到10分钟，大概5分钟而已哦。对，我好像看到我的中文，什么中文？一定有的哇，有年龄了嘞。有的，笑的时候那个叫笑纹。对呀，笑纹，因为我年轻啊，我27了哎。OK 啊 ，Jennifer 已经完事了，谢谢你，谢谢。啊，客服一定会回复，再很忙了，他来不及，来不及。稍等一下，如果回复慢的话。稍等一下，No。这睫毛真的很好哦，你们真的要买起来试试看，因为我们是给一个很好的价钱，所以一个人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买。如果你想要自然的，你就买那个78；如果你想要比自然再浓密一点，然后搭配一点妆容的话，就可以拍这个89的。对，这里可以秀你们比较靠近一点的照片。哇，美耶！这个是刚刚做好的效果。而且现在哦，你不用有那种修复期，一装上去了过后，你可以去拔掉，可以拔。OK，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如果你们不要自然，你们不要浓密一点，你想要量身定制，有层次感。有层次感的睫毛来给你们看，这个我看了哦，哇，我都觉得如果在我眼睛，我是林志玲啊。OK， 来给你们看这个现在很流行的118睫毛，为什么这么为什么118？我跟你们讲，你们看它的层次，
看到吗？对，层次阿妹每一根都不同的，为你的眼睛的这个弧度而设计的。对，哎，摇摇包，我跟你讲，如果可以的话，加多一个几十块做这个摇摇吧，不一样的、嗯。是，马上睫毛而已啊，上睫毛而已啊，对对，上睫毛。让你们看一下。对，还有口水线。OK， 慢慢来。所以这个 Wispy Lash 其实是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有些人他们叫漫画睫毛，有些人叫做仙女睫毛，就是它接起来，它看起来眼睛好像是有点像卡通人物这样。漂亮。对。然后我们要看，我们会看你的眼睛来给你设计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做起来是不一样的。没错，就像这样啊，你看来、啊、我们去什么做眼睛啊，你要勒着你眼睛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睫毛。对。哎，有了睫毛真的不一样，你脸色不同的。好了，因为的那个今天介绍睫毛，男生女生都可以做，对，是，哎，很漂亮哎，它是什么？它是比较 OK， 这个摇摇吧有什么不同？比较浓密，嗯、而且对 Win 啊、什么 ？Wispy is so nice， 对，谢谢米哥，谢谢你。下播就没有啦，你们去挂线先，挂线了的朋友都有可以留给你们。今年尾你们就要来做了，有来预览竹龙啊啊，差不多了，老板娘要开一个竹龙了。在 Clementi 很靠近竹龙 ，Clementi 很靠近嘛，唐先生。下一个站而已。朋友问如果没有毛可以做吗？不是，没有毛了。OK， 你要拍给我们看你的毛吧，就关着眼睛拍一下给我们看，因为一些顾客以为自己没有毛，其实是有的，嗯、只是你这样看看不到而已。比较少啊，对，好像我的毛发，我给你们看我的下睫毛，我的毛很少很少的。哦，嗯、真的蛮少的。没什么毛啊，还是可以接的，可以的，对，男生女生都可以。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就跟你们介绍了，跟你们介绍这个是对量身定做的幺幺八，层次感而且浓密，这个是幺幺八的 ，OK。对，然后如果是讲 Camellia 就是89块钱，我们有三个啊，有幺幺八量身定做层次感，还有我们的98。对，89。哎，89，我讲98，一个便宜89。你们在哪里的？我现在是在 Triple One 的 Somerset， Triple One 的 Somerset， 他们9年了，我跟你们讲。对，这个是89。哎，我觉得你们选任何一个都是值得的。对， okay， 这个是89的，89怎么样呢？比较浓密，89比较浓密。啊，89比较浓密啊。是。好，我们再啊这个。78是自然的。78自然的，真的是。如果你不要讲，哎，我不用嘞，我平时没有化妆，我上班我想用一点点而已，有神，你看够了。好像算 mascara 这样的。78 net 啊，78 net 啊。对。所以朋友们要下单这个睫毛的啊 ，WhatsApp 91756511，可以点击下面的 link， 我已经做了一个 link 出来，你们点击直接可以 WhatsApp 他们这个Angel Brown， OK， 或者是去 PM 他们 follow 他们也可以，没有问题啊。是的。四间店，七月开多一间 Dobby God，OK， 它有三间 Clementi。还有 Coburn， 嗯，还有就是我现在在的 Triple One Somerset，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都可以去，没有问题的哈。对，这个什么 ？I wear speckles， which one？ 哦 ，OK， Clay， 其实都可以，看你比较喜欢自然还是浓密的感觉。嗯，不过到时候你做睫毛的时候，你要戴着你的眼镜过来，就是我们做的那个长度，我们要确定那个不会弄到你的眼镜。对啊、重点是啊啊，我想问了，如果人家是买了一个78块的，我来到，我想要118，我可以多包一点吗？可以，可以的，可以啊。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不确定，你先买78。对，来到你讲，哎，还定我要可乐讲的那个118比较好嘞。对，可以，他们讲可以。谢谢 Clay 啊 ，Got promo on eyebrow today? Yes, definitely. 等一下 okay, 我们有么的？是我们的Angel Brown 呢？出名9年在新加坡可以立足是什么呢？他们是出名做眉毛，眉毛多少钱来了？给你们讲啊，今天哦哎，我特别要求的，老板娘不能讲，哎不要啦，我们眉毛来不及做了，不要很多 appointment 了，我讲哎不可以，你们家是出名眉毛，一定要做眉毛 promotion， 对，而且可能一定要做，一定要给你们特别的价钱，一定要给你们特别的价钱，对，不可以没有特别的价钱哦。原本今天没有安排模特的，可乐也讲不可以，我的粉丝要看模特，要看你们做好的效果。就是说，所以我讲啊，很疼你们，一定要有这个眉毛的朋友圈。我跟你讲，眉毛多重要，我的妈妈没有毛的，一定要做，做了啊，整个感觉不一样。而且重点是，你一洗脸，你睡醒，哇，看到自己的有神，然后又有这个眉毛，不一样的朋友们。对，一汽女神可乐晚安，还别晚安，帮我分享先。跟你们说，今天眉毛也有 promotion， 有什么 promotion？ 今天的眉毛
我们有两个 promotion， 对，对，来，我们要跟依琳来讲有什么差别啊？对，我们今天有两个促销，第一个来讲的话是 Creative Eyebrow， 那 Creative Eyebrow 来讲的话是做一根一根毛发的，就是现在你们市场看上可能看到 3D、4D、6D、9D， 其实还或者是 microblading， 其实都是做线条一根一根的。OK， 我跟你讲哦，眉毛太重要，而且今天啊，这个价钱啊，你们不买真的对不起你们家的父母，对不起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超便宜。对，今天的眉毛 ，OK， 这个啊，自然的线条感啊，只需要280，280块，你们去哪里找？哎，还有 Somerset 嘞 ，Clementi 耶 ，Coven 嘞 ，Dobby God 嘞，四间嘞，人家9年了，哎。平时原价多少？480块、今天直接砍半给你们朋友们，还在等什么？直接去做这个眉毛了。你们不相信？哎哎，照片假的啦，给你们看 demo。OK， 来呀、啊，你看我们的模特，哎，超自然，刚刚才纹哦。我跟你讲，刚刚我走进来的时候还在秀了，这个是现成马上的。你看，不可能有人纹一般不纹一般嘛，对不对？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刚刚才问你们讲美不美，美的朋友写上来一排美，写上来一排美，真的是很自然。你们看这个是没有错的，它本身自己的毛发就有了，对吗？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你看它疏少，这边疏少，对啊，对，你看纹了过后，直接两边看起来好像很多毛发的感觉，是两边直接不一样，多少钱？对美，对不对 ？OK， Rico，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有两个配套 ，OK， 第一个配套。就是自然的，像我们这个模特儿这样的根根分明啊，根根分明，而且直接做了可以去拔地了，可以去拔地，你完全不用怎么刀套要等，哇，一个星期很肿很浓，不用。我们的这个苏梅斯刚刚纹而已，刚刚弄而已，直接这么自然，我看到我吓到，比我自己画还自然，对，只需要多少钱？这样子线条型的只需要280块，快点去挖掘他们！而且啊，280块啊，包括两个月修一次，是不是？对，两个月里面有一次补，两个月免费的补色。两个月你可以来补色，比如讲 ，OK， 刚刚出来很美吗？很美吗？哇，你去拔地呀、啊，去拔地呀、啊，去游泳啊，脱色了 ，OK， 你回来免费多一次，免费多一次。我跟你讲，我看到哦，真的是他们 best， 很自然。你看我画啊，还有一点。这是我画的啦，我自己是画的啦，你看还有一点凹凸不平啊，你看它的、啊、你看它的，你们看它的完全是平行的，而且根根分明，然后自然，重点是没有红肿。痛吗？痛吗？你闻的时候他跟我讲一点感觉都没有，来他睡着了，我在他面前的时候吓到他。对，所以你看这么的自然，刚刚闻了牙，我 promise 你们啦、啊、刚刚闻了牙，你看一点红肿都没有，是很强哎、欸！你现在马上出门都可以，很强哎、欸，很强！你看啊，这边是他还没有做的，这边还没有做的，你看它稀少 ，OK， 也是美的。我们模特的毛是 OK 的，把更美，更美，看到吗？对，非常专业。Why you never do？ 还有 I want do already， 我跟他们讲了，老板娘讲随时来。啊、你懂这边的 appointment 很难 book 的嘛？哇，我去年讲我要做，讲就 appointment 就满了，所以你们要来做，你们给了钱，要提早，just 快点来 book appointment。对 ，only this one more for eyebrow, no other option。有，对，no downtime， 蜡笔小新 ，no。Jenny Wong, it's very good question. 我跟你讲，我就是很怕哦，介绍弄眉毛哦，哇，出来的时候青青、红红、黄黄、红黄浓丽奶绿子，没有。你看，这个是刚刚做的，你看刚刚才我们的这个修美师刚刚修一边，故意不要修一边给你们看，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有的，刚刚才做，完全没有蜡笔小新的感觉，而且没有刀套，你可以去拔地了。可以去喝喜酒啦，上班啦，拍拖啦，可以的。对，很强的，现在技术是太强了。而且他现在这个做好过后，做的过程啊，这些跟以前比较也不一样。以前的做完很痛，痛做的过程很痛。现在这个真的是很多顾客在做的过程都是睡觉的。睡觉，刚刚我去看了看看，哇，他睁眼睛吓到他了，我讲，他讲吓到我太舒服了。然后我讲，哎呀，我感觉贵哦，所以是很舒服的，没有刀套的，非常棒。OK， 另外一个promotion，这个呢？这个我们模特做的，再跟你们讲的是啊，280块，280块，包括一次补色，包括一次补色，两个月内包括一次补色，一样去挖掘这个号码。对，Claucoma
好空吗？等一下我要 search 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对，哎，你们英文不要太难呢，不要以为我你在读书哈、哦、OK 谢谢你啊 Christina， 我们 Google 一下跟你讲啊。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 promotion， 这个 promotion 哇，我跟你讲，如果可以你们就上这个人哦，一生投资在哪里？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投资在哪里？你 OK， 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没问，我用了，我去求老板娘，老板娘讲 appointment 很满，我去问一下，我去问一下老板娘啊，他们讲为什么我没有做，我要做嘞，可以吗？当然，你的眉毛，但是有时候艺人他们，我们也是做很多艺人，对，其实、嗯、有些人他们的要求就是做要比较自然，对，就是、大概来3个月6个月就好了、嗯，因为可能有时候你们的妆造型造型，对，这个就是很多艺人他暂时没有选择 embroidery， 因为以前他们传统的认为做了就是死板，对对，他们需要造型就很难改，嗯，好不，嗯，可是现在我们的技术可以来3个月6个月。哦，就不一样了。你看，多么有经验，朋友们，九、嗯、年的经验不是盖的哦，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三年，不是六年呢，九年呢，明年十年周年呢，时间带来新加坡。你要来？对，short name， yeah， I tell you， arch， 对吧 ？arch， 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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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Brown， arch， Angel Brown， OK， 哦，他们一直讲，简单把翻译了，青光眼，青光眼。对，青光眼可以做那个啊 ，eyelash。对对对，可以吗？青光眼做 eyelash extension， 啊，那你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啊？青光眼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做吗？还是讲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吗？看一下哈， yeah. 其实我有客户他们是做 eyelash 啊，做那个 eye laser，、嗯、就是眼球的 laser 这些的，嗯嗯、都是 OK 的、嗯。可是你要提早让我们的美容师知道，就是我们一般上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粘粘脂嘛。那如果是讲你眼睛比较敏感这一类的话，我们一般上就不粘粘脂了、哦，就是过程你眼睛就闭着。对，可以啊、我们的这个朋友是谁啊 ？Christian， 但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WhatsApp 他们用专业的这个。我们查一下什么叫青光眼，突然间词。是青光眼 ，OK， 我们专业的来回答你们 ，OK， 我们一定会给你保证，可以做跟你讲可以做，不可以做跟你讲不可以做。是的，是的 ，WhatsApp、嗯、我们是最好的。WhatsApp 是最好的 WhatsApp 号码，再跟你们讲啊。9175-6511，或者是点击这个 link， 我已经做一个 link 了。最好不要做，因为它是眼角膜，好像你那个眼膜的抵抗力很弱，对不对？不建议做 extension 哦，我们建议做 eyelash lift。lash lift， 因为 lash lift 你是整个眼睛关起来的，它只操作在你的毛，完全没有动到你眼睛。可是如果 extension 的话，我们多多少少还是会动到你的眼皮之类的，所以啊，我们更建议你做 eyelash lift。就、okay, 是电呛自己的睫毛，电自己的毛，你自己的毛哦，没有加毛就电。对，谢谢 Anna， 谢谢你帮我打，谢谢你。是的，刚刚朋友问，除了这个28280的这个根根分明的眉毛，还有什么毛？现在朋友最喜欢的是雾眉，对 ，Korean combo eyebrow。哎、hey, ，这个的话，我自己的也是做的，就是它看起来好像画眉毛这样的感觉，粉粉的。哎、欸，这个你真的没有画，它没有画哎、欸，粉粉的，搓一下。对，哎、欸，没有画哎、欸，对，我的搓一下就掉了，因为我画的，你看完全一样哎、欸。对，反正这种颜色，这种粉眉，其实你要多浅，它都做得到。就是你要那种粉粉浅浅的感觉、嗯、或者你要深一点的感觉、嗯、我们都可以帮你做调整。是，所以这个啊就是686原价差不多要1000块，差不多要1000。对，真的是 discount， 很 discount。你们去任何一间店问，不可能有这个价钱，只有直播价。对，可能比如朋友讲 OK， 我想尝试280的啦，我修的也可以啊、嗯、如果你要这种自然的，你看啊，一出来可以去把地自然了。我有客户今天做完明天去结婚的。哇，对，因为他们没有那个 downtime。 对对，而且它会比画的其实更好看，就像可乐讲的，因为有时候画的时候可能会深浅，嗯，然后有时候可能半天过后啊看起来有点动，或者我手不小心擦一下它就 smush 了，嗯啊嗯，这个做的话它看起来像画的，可是它的那个完全是不会 smush 的。 Deep before my eye embroidery before can I do this， 可以 Shirley， 可是因为我们要看一下你之前的颜色会比较好，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啊、拍照先拍照啊，哇塞哇塞，我们看一下你的照片这一些、嗯、我们再给你 advice。 可是一般上眉毛都是可以调整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都是在外面做坏了、嗯、然后再回来给我们做 adjust 的。哎，真的哎，哎 Shirley 帮我一个忙，帮我去哇塞他们啊，客服你看啊，客服姐姐很忙啊，在回复你们啊。
谢谢你们的 support， 谢谢，真的我很开心，我可以把我的东西介绍大家，我是最开心的。OK， 所以帮我哇塞，真的很热心。91756511，而且我跟你讲啊，老板娘啊，九年。真的，他没有乱乱做的。你看，他刚刚跟讲，哎，不可以，他建议你做别的，啊，不可以，就讲不可以，可以，保证一定做到美。好，兄弟们，哇塞了，给我剪个 good 啊，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素美师全部都是很专业的，很专业。他们现在怎样做啊？完全不痛，没有流血。那以前我妈很早期做，哇，痛到她一直娘娘叫啊，对，流血的嘞，对，流血的嘞。你做的时候哈，她就是很恐怖，她割得很深。哦，你看她完全没有 feel 的嘞，你们看。你看完全没有分，你看现在在做，你看，哎，做一半了，快，哎 ，OK， 通常我如果要来做这个眉毛啊，多久？大概2个小时，因为要麻药，然后因为你第一次嘛，第一次我们还要做 consultation，就是我们要先给你了解，哎，你适合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做眉毛不是讲，哎，你过来我就画两条毛给你，我是看了你的脸型，然后看你的眉毛，你头发粗细度，甚至于你的工作来给你设计的。对，最好是预长一点时间啊，没有这么紧张，因为如果你化了不喜欢，我们再做过。对，全部是为你的做的。对，来，有朋友问眼线多少钱，有做吗？眼线多少钱有？很多人问眼线呢。哦，眼线今天特别给你们280。明白，哎，两个眼睛啊，所以他的眼睛也是有分的 ，right？ 对，现在的眼睛不是那种青色的，哇，我有一些看一些安迪哦，那种青色的那种眼睛，哇，我吓到了，就有年代感了嘛。现在的眼线不同了，现在做的都是那种很像韩式这样的，就是它看起来是在 inner 的，对，在里面出去，对，你做完出去，人家不太看得出你有做眼线，在里面画的那种。哎，眼线很重要啊！Fiona，你帮我挖下去。还有人问这个Lash Leaf 啊 ，Lash Leaf 的话，今天我们超48块，原价是88。哎，这过分了哎，也是差不多一半。真的很过分了嘞，就是我垫的毛嘞，你看到我的毛是真的，就是我的毛是长不翘，我要自己夹到哇，有时候夹到我夹翘，它就掉两根，卸的时候掉两根，对，所以垫睫毛啊，48。会错，等什么？而且垫睫毛可以耐差不多1个月半左右，就是它耐的时间很长，所以很值得。很值，哎，才48哎！你去跟你的老婆怕多吃饭了，不止48块，你可以每一个月对。对，做眉毛和眼镜有比较便宜吗？两个加起来？今天很划算了，今天的 promotion 已经是最好的促销了 ，Rico。不要这样，又便宜又轻，以后的料啦，做。很省，跟你们讲眉毛啊，280啊，那个原价是480块的，对，眼线没有的，老板娘没有的，对，只是一直很多人问，所以老板娘哎呀随便啦，给你们啦280，哎，眼线要做多久？大概1个小时，也是量身定做 right， 对，也是一样，看你的眼型来帮你设计适合你的，答应你不会青色的，对，懂吗？那画到青色的，对 ，OK， 这个什么？啊，对，是的，谢谢谁了啊？谢谢你帮我写 ，Thank you。是的，如果两个做啊 ，OK， 我们直播可能不要讲了，你去哇塞讲你是可乐忠实粉丝，可能老板娘会给 discount， 把两个啦一起做啦。如果是你一起做，再叫姐妹一起来，我跟你讲，这个 Ash Angel Brown 啊，9年了，他上次我直播的时候有顾客来做，我很满意，介绍人他的家人、他的姐妹、他的孩子来做，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把好的东西介绍给他讲了嘛。你重点是你们要相信我，大家变美，对，你们要相信我，对，因为讲了，哎，很多人做眉毛做什么，可是这个 Ash Angel Brown 啊，九年4间店，不是盖的。OK， 给你们再给你们看啦，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哇，我们的全部，哇，我们的这个，哇，秀美师都是很漂亮的哦。OK， 这是我们的 Amy 老师。Amy 老师，你看，哟，你看刚刚做的，你们看到吗？刚刚是没有的，这个做了的，现在马上做，没有红肿。任何红肿都没有，一点点啦、啊，因为不可能完全没有了。麻药其实放完麻药过后，可能有些人皮肤会一点点红。哎，算是没有了嘞。你懂有些闻出来哇，肿到好像不给给人家打这样。你看这边是刚刚做的、我是可乐的弟弟。马上做的，可乐弟弟有没有50%啊？给你可以出来了，你可以出来了 ，OK。所以你看，哎，朋友们，如果真的自然遮瑕没帮我加一刷起来，加一刷起来啊 ，OK。Which type of
eyeliner 哦，这个的话我们是 natural eyeliner、嗯、其实眼线的话重点不是哪一类，而是在于你的眼睛适合怎么样的颜色。 对， 对， 有些人是垂、嗯、有些人是比较上来，对，有些人是大绿，有些人是小绿，这样对，看眼睛你们画线啊。 Christine 帮我画线。 Christine 我也是建议你们，如果你们要做眼线，你们画线我们过后拍一张、嗯、你们这样子就是没有化妆正面看，对对，正面的眼睛的照片、啊、对，这样我才看得到，可以给你 advice，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眼线的，所以我们拍照看了过后，然后再给你 advice 会比较好。对啊，都没有加一、嗯、你看，嗯，是 OK。所以啊，朋友们，真的这个眉毛280加做，你要去定你的睫毛48，今天该给你们家做。尤其 eyebrow 真的很值得。哎，280真的找不到啦。对，而且两个月再帮你补色一次，哎，这么自然呢、欸。对，你看眉毛它就是。上去它就是上去了的，就是它就可以耐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不需要去画啊，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怎么讲去特别照顾，只是偶尔你跟着形状修一修就可以了。刚刚做的朋友，刚刚做，你看可以去拔地了，可以去冲了。你看那个根根分明，看起来真的好像你的眉毛是 自己自然的眉毛这样的感觉。嗯，280呢？是没有眉毛的。这个是280的、啊、朋友，280的、啊。对，280已经可以做到很好看的效果了。真的 ，OK。如果你更要求更高，686的。对，686是做我们这种粉的，就是你喜欢那种浅浅的效果，好像画眉毛的效果的话，那你就直接做686的。是 ，OK， 有任何的问题，朋友们 ，please 帮我一个忙，去 WhatsApp 9175-6511。你看我们的 Amy 姐姐，真的在一直在回复你们，尽量啊，谢谢你们 ，OK。好，所以我们再跟你们讲一个，我们今天，哎呦，这里啊，花很多了，对，可乐 ，Hello， Simon Chu， 今天，哎，没有，他说没有，他说，今天除了。有我们的睫毛，除了有眉毛，还有一个现在最流行的吧，对，我看到妈生唇，妈生唇叫什么？你一生出来，你妈妈就给你的这个嘴唇，对，妈生唇，听过的朋友加一再刷起来，妈生唇，妈生唇最近最流行的一个项目，对，就是什么呢？嘴巴，每个人要什么？最花钱的是什么？就是买口红，涂口红会讲你的嘴巴会吃口红，嗯、一涂了，哇一涂啊。我没有几分钟我就吃了，吃掉就没有没，因为我会甜，嗯，这样。而且有时候口红涂多，我们嘴唇会变更暗，很干。嗯、对，你看啊，我们的这个伊丽娜的嘴巴美不美？对，嘴巴美不美？她的嘴唇妈生唇过。对，我是以前做过嘴唇的，6年前，2018年做的。6年前呢？对，还可以存这么久啊？是，就嘴唇可以耐的时间很长，所以它很值得。嗯、给你们看一眼 demo。嗯，对，我这边给你们看，这些照片全部都是刚刚做好的。OK， 来，我这样给他们看啊。对，其实很多人他们会担心，就讲，哎，嘴唇做好好像香肠，然后会不会太红太肿？其实现在嘴唇做好都很自然，这个是刚做好的照片。哎，美漂亮哎。这个、也是刚做好。哎，这个太紫了。对，哇，你很厉害嘞。很紫哎，人家中毒这样。对，这个嘴唇是偏紫的，其实偏紫的嘴唇会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暗淡。嗯，对，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它调整颜色之后，而且滋润哦，滋润。对，然后这个，哎，漂亮，这个漂亮。对。是，云生讲，一定是一个淑女，讲话很温柔，哎，什么意思？所以讲话很粗鲁啦。哎呀，我不是淑女啊。OK， 老板娘很漂亮哦，哎，老板娘很漂亮。是，老板娘，你看老板娘对，老板娘，嗨。啊，好，你的老板娘很漂亮 ，OK， 含沙楼啊，你含沙楼。来到这里都会变漂亮。对，哎，这个对都会变帅变美，这是 before 这是 after。哎，所以会滋润吗？滋润。OK， 其实为什么会滋润？其实是因为平时我们涂口红，像你讲的，每次涂口红就会干。哦、嗯。然后我们涂做了 lip embroidery， 你不太需要涂口红，所以你的嘴唇一定会比较滋润。哦，你看人差很多嘞，你看啊，这种啊，通常就是。怎么喝醉酒啦？隔天太干啦、啊，就这样。对。如果你做得够，永远滋润，永远有气色。是是，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其实我们嘴唇好看过后，肤色看起来也会好看的。嗯，真的。所以你做了嘴唇，你就会看起来皮肤比较白，比较亮。还没有做的时候，皮肤看起来会比较黄，没有化妆的时候。是是是。嗯，对，所以嘴唇其实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受欢迎？因为你做好之后，它不只是嘴唇好看，还是整个脸看起来。嗯，那个肤色很亮，你看这样啊，这样你看，咦，对 ，OK。自己做完嘴唇之后，我也是很开心，每天早上照镜子都觉得哇，为什么一起床那个气色就那么好？有气色啊，对。OK， Kobe 去问，请问毛会越吗？什么脱是不是？毛会脱吗？
你是讲哪里的？哪里的毛？嘎拉德。眉毛啊。眉毛、睫毛。眉毛不会。腋毛、脚毛。对，眉毛还在的。可是我毛发原本就少啦，刚才可乐看我毛发也讲我毛很少，很少，也没有什么毛。我的毛是天生少的，可是你看做完眉毛毛都还在的，全部毛都还在。当然你外面不要的地方你要自己修掉啦。对，没有剃完你的毛的啦，毛会留住的。对，毛会留住的啊。对，所以有什么问题，朋友跟你们讲，今天如果你想要尝试这个妈生唇，妈生唇就是你一来就有这个唇色而且滋润的话。对，多少钱 ？OK， 原价，这个真的是最好最好的促销给可乐的粉丝哈。原价很重要的事情放在这边讲，真的很重要。OK， 这个原价的话，我们是差不多1300的，1300元。对，然后今天促销780，所以扣了差不多500块，很值得。可以存，你看他的存啊。可以耐很久，6年，嗯，甚至可能永久。如果你的唇齿比较耐的话，可以耐更久，最长可以多久？我最久的客户到现在跟着我们9年了，颜色还不需要补。9年。可是当然也有顾客，我有顾客2年3年要补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妈生唇，很自然，所以一些客户到了2年3年后，对，他会讲，哎，一定我想要红一点，我想要换个颜色。所以一些人2-3年会回来补，可是如果是讲，你本身不是讲想要换颜色、换造型的话，多数人可以耐的时间是4-5年以上的。780块 ，OK？ 哎、，Kobe 出门口红便宜。哎，真的嘞，你一个卖光多少钱？780块，包你永远嘴唇红红。对，而且重点是你素颜的时候，你没有化妆的时候，你的状态还是会很好。为什么我们现在刚刚 Kelly 有提到，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给嘴唇这么特别的价钱？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做了嘴唇过后变得很有自信，然后觉得哎，我早上一睡醒我的状态就很好。原本因为有一些可能在家里照顾孩子很忙嘛，或者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化妆，然后照到镜子就觉得哇那个心情很不好，因为觉得自己很憔悴嘛。可是做了嘴唇过后就觉得哇，我一看到镜子自己的那个感觉就很好，然后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很好，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美美的嘴唇。是，所以嘴唇重要，原价1300块，今天只需要780块。对，还有吗 ？OK， call B 处 eyeliner brows， 你是讲你想要做 eyeliner 眼镜跟眉毛是吗？如果你要的话 ，Coffee Jun 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们哦。对 ，WhatsApp 我的号码是9175-6511，或者是我已经做了一个 link 出来，你们直接点击直接可以 WhatsApp。对，你看我们助理姐姐一直在哒哒哒哒哒哒。对，如果没有回复，给一点时间，给一点时间、啊。是的。然后刚才我看到哇、哦，因为它上面问毛会脱吗？做眼线毛也是不会脱的，不用担心。因为你们看我有做 extension 的，如果没有毛是做不了 extension 的。所以来讲的话我也是有做 eyeliner，所以做完 eyeliner 之后呢，你的睫毛也不太会脱。可是 eyeliner 有一些人会脱皮，脱皮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可能看到一两根毛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睫毛也好，眉毛也好，头发也好，每天一定会掉一点点。对，头发每天洗头都会掉头发的、对，很正常，头发一天其实会掉70根。哎呦，你会掉头发了，很正常。哇，你的头发很多嘞，刚才我很羡慕你，我看到你头发，我剩多了，原本毛发就少，我爸爸很多毛，很羡慕。对啊，我们的 John Antoine How much to do 的 Eyeliner 今天特别促销280块哦。Eyeliner 的天下，人家卖眉毛，人家卖睫毛，人家卖嘴巴，你们就问 Eyeliner 还是有的。特别给你们，对，特别给我们的那个可乐的粉丝，对，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谢谢大家。对 ，Eyeliner 有280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出 Eyeliner？ 为什么？因为爆了。因为 eyeliner 本来就是我们这里的王牌香水，对，做一次又很耐，对 ，eyeliner 耐很久，都还很美。哎，做一次3年到5年多美嘞，做一次原本就已经很受欢迎。哎，有没有你比较给他们看？有啊，你们找一下，找一下。哎，原本400多块，叫 eyeliner 啊，这个眼线啊。眼线，你要内眼线、外眼线，你要画到哇，你的眉毛这边来呀、一样280块，可以耐4年以上。一个爱男的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眼神。不要讲你是这样，我你画了这样，很夸张的，真的很夸张。已经超过3个人问了。对，超过3个人，看应该有5个人问。人家卖榴莲，你们要芒果。OK，How to book 啊 ？WhatsApp the number yes yes please help me WhatsApp 9175-6511 or you PM the page is Angel Brown.
OK, Archangel Brown 啊。对，然后这边给你们看一下眼线。来，给你们看，很多人问眼线，我就给你们看了。应有尽有啊，这边可以。OK, 这个是 before。哇，没有针。什么人需要做眼线呢？就是你看到你的眼皮压着那个眼球，因为眼球原本是圆的嘛，然后它这样压着变成眼球好像一般这样子被盖住了。谢谢中安 Angel, I also thank you so much 啊。所以你看做了过后眼球整个就打开了。不一样两个人呢。对，看起来眼球放大了。两个人呢。这个小姐她醉酒是吗？这个你看精神奕奕。对。而且他们的眼线是不会那种轻轻这样的，而且没有刀汤对吧？对，没有刀汤。直接画了可以去把地了。对。有一些如果你眼睛很容易肿，可能会有一点点肿，哭过后的那种肿。好，哭过后的。它不会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对，然后这个。自然，这个自然。这个我给你。这个美。这个漂亮。对。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原本它这边白白的嘛，所以就会盖着眼睛。是是是。那它做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帮忙把眼睛放大了。就安，看漂亮哎，280而已耶。反光吗？不会不会，很美，这样看了非常漂亮。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其实现在的眼线哈，我们做很自然的，就很像韩国女孩子，我们看戏这样子。你看这个。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化妆，对。可是其实。他是偷偷有做一个小小的眼线的、是，如果你要这样哦，如果你讲，我不要这样，这个尾巴出来，可以为你，对，可以为你量身定制的。对，可以为你量身定制，所以Angel 帮我 WhatsApp 号码是91756511。不管你要做眉毛、做睫毛、做眼鼻毛、做嘴巴、做 eyeliner 应该是最多的了，别问。对。OK, 会痛吗 ？OK, 做眼线来讲的话是没有痛的感觉，可是还会有点痒痒的。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睫毛，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会一直动到那个睫毛，所以它就会有那种刷眼睫毛痒痒的感觉。多久？多久？做 eyeliner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啦，左右，对。对 ，You got do embroidery eyebrow, 有眉毛。看眉毛，朋友们 ，very good. I tell you, today the life is important is the 眉毛 ，the 眉毛 is 哇 ，I tell you, 嘛做啦，不做真的是对不起自己。OK, 那眉毛啊，给你们看啊，这个在做这啊。不要看，另外一点在肤色、哦。对，这个啊，280块。根根分明的眉毛，我做了，动一下。看起来好像那个画上去的。对，刚刚才做也完全没有红肿，刚刚才做也。可以看。对。你看我这样子划那个毛是不会动的，因为那个毛是坐上去的。它真正的毛在中间这个部位。这样少啊。对，然后这边是坐上去的。那什么毛啊？所以它坐上去看起来好像一根一根毛的感觉。哇，我说这里是假的。对，这边是画上去的。朋友们，动的时候还不会动。280块，而且两个月给你修包色补色啊 ！If 什么 ？If have eyelashes on, still do eyeliner. 会平应，我们会把你 remove 掉你的 extension 先，然后才做眼线。眼线大概7到10天之后就可以做回去 eyelash extension 了。你看专业不一样，你问我就跟你做，加速加速。But, 要 remove 的 ，OK? 所以慧萍，你帮我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帮我去 WhatsApp 91756511 ，OK? 去 WhatsApp 他们。刚才有一个人问比较自然一点的眼线，这边有一张可以给你们修你们一下。这个美，对，它就漂亮。其实别人这样看还是看不出你有做眼线的，比较内的感觉哦，内眼线。可是其实它这边都填满了，就是主要的效果是让你的眼睫毛看起来好像很浓密这样的感觉。对，然后看起来有神脸大。对，眼睛看起来比较放大。对。眼线可以，依琳，秀萍 ，Hello， 秀萍 ，Hi， 秀萍 ，Hello， regular customer， 对，你也看可乐的 life， 你也是，谢谢萍萍，谢谢你，今天有很好的促销哦，对，你看萍萍帮我 shake 你的朋友 ，OK， 萍萍是一个 regular customer for Arch Angel， so close the eyebrow and very good， 谢谢你，萍萍。谢谢你耶，真的，我看到你，我一定 kiss 你一下的啊。OK， 所以下次我看到你嘛 ，kiss 你一下了。呀 ，OK， 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我们的直播有三个promotion， 第一个是我们的睫毛，帮我Eunice 当着 ，go package for both。Eyeliner and eyebrow， 我跟你讲很便宜了。Eunice， 你去 PM 我们 ，PM 我们 ，Eunice 帮我一个忙。两个促销就是趁 live 才有哦，只有 live 才有。对，谢谢我们的景良哥哥帮我回复，帮我 WhatsApp 91756511，帮我 WhatsApp 吧。所以我们有三个promotion，第一个我的这个睫毛自然型的 ，OK， 自然型的78，就是像你涂马赛克那个假一样，78 ，OK， 78块 ，OK， 如果你要比较浓密的。
please 拿八十九，是 please 拿八十九。如果你要量身定做层次感的 ，please 拿幺幺八，差不了多少，一个二十块，你假本不假不了 ，OK？ 所以你要最好的 just 拿幺幺八。可是如果你要 safe， 你要自然，拿七十八没问题。对对，怎么点我们的 WhatsApp？ 可能他们不怎么会。OK， 来呀、啊，教一下。对，我教你们啦、啊，朋友们，来，你这样啊，我的 link 已经在那边了。地址这个 WhatsApp 点击 OK， 我不要给人家看，掉进去先，就在这边了。你一点击，直接去到这边就讲 OK， 我要什么这样 OK， 直接点击去啊，这个 Each Angel Brown， 或者是你们要 set 号码9175611，打电话来要听我们小姐姐美丽的声音，再打 OK。对，其实现在按令很容易，所以我做一个令啊，按令直接按令 OK。或者直接 PM Angel Brown 也是可以。对 ，PM 他们 Angel Brown 有 IG、Facebook、TikTok 全部都有，你们去 follow 他们 ，OK？ 是的。好、啊、我们还有下一个，第二个配套就是你们问的眉毛 ，Just Angel Brown 是最出名眉毛跟眼线 ，OK？ 今天眉毛我们这个模特做的280线条的，对，280只需要280线条款的，如果你要雾眉款的。686雾眉款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莹莹姐姐在做的，这个雾眉就很像画眉毛一样，完全没有刀套，你一做了去拔地，你一做了去叫人，你一做了去相关，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对对，是。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做，来，回来，第三个模特，第三个嘴唇，这边我们莹莹姐姐也有做嘴唇，对，原价要1300块，今天只需要780块。是接近砍半了，嗯，去缝你的嘴巴，四年以上的促销没有问题。你看我们的莹莹姐姐，你有没有画口红啊？对，六年了。是，我现在每天出门都不需要画口红了。对，六年了。Yes, Lian, going to my brown soon. See you. 谢谢冰冰。谢谢你。平平，你来试看做 extension 做 brow 的时候，顺便一起 try 做嘴巴。平平做嘴巴啊，对，700多块一今天。其实做的真的很好看，700多块原价1300的嘞。对，再给你们看一下啊，眉毛，来我们的这个修眉师啊，在做了，你看，非常的自然，你们看，现在在画，完全没有红肿，完全没有刺痛，无感。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姐姐，我们的姐姐，哇，有这么漂亮一些，我老师，对，哎，非常的漂亮啊。好，来，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有什么问题吗？刚刚呢，有朋友猜中，我们在三门市的朋友呢，请自己去 PM 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的 H Angel Brown， OK？ 对，他们有四间，再跟你们讲，这四间在哪里？我现在在的是 Triple One Somerset， 还有 Clementi。Coven， 对 ，321 Clementi Avenue 3， 然后还有一间是在 Coven 988 Upper Serangoon， OK， 然后即将在7月新开的一间是 Dobigo， 四间，在新加坡已经9年了 ，1, 2, 3, 4, 5, 6, 7, 8, 9年，OK， 所以真的是 just like。哦，伊琳的笑容很美，你看，低个背，低个背，你们都来了会变美变帅的，对，都来，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对，我们现在很多男客户做眉毛，做眉毛、做睫毛、做嘴唇，眼线也有。有些人的男生的嘴唇能像我中毒这样的。对对对，所以现在也是很多男顾客做嘴唇。你可以不用做这样红的，你可以做比较 natural。对对，也是可以。对啊，伊琳 is what brand？ 来找你。我跑来跑去的，每一天要找他。每一间分行我都有，不用担心。对，哦、你可以发现你讲，哎，我要依琳帮我。可是我的价钱会贵一点点。哇塞了过后，我跟你讲，我们跟你谈。那可是放心，因为我们所有senior都很好。啊，专业的。对，所有senior都非常专业，我的眉毛也是senior做的，所以不用怕哈。他特别要点名你，Angel。对，叫 Angel 讲，哎，你是哪一个 branch？ 放心，只要你们来，一定是美的。一定美的。嗯。如果你做到满意，你才介绍人。OK。是的。做存多少钱来？佳怡，我们现在对原价差不多1300，今天780块做你的唇，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价钱，而且这些都是刚做好，刚做的。你看依琳姐姐6年了还是这样，没有擦任何东西啊？对，我今天什么都没有，没有擦，
对，如果你只是晚上睡觉前会涂一下嫩唇的啊啊 啊, 啊, 啊，对，就比较滋润一点。对，嘉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please 帮我去 WhatsApp 91756511，九幺七五六幺幺 ，OK？ 是的，来啊，对，我的什么？果都爱来呢？哟，雪莉眼线今天促销280块，是约好的吗？哇，眼线啊，雪莉，可以有眼线，自然的280块 ，WhatsApp。对，这些都是眼没事，这些都是眼线的效果，都是很自然的。所以眼线要做的，今天的促销是280块。Alice， 你认识我是不是？啊、我是阿呆，来了的 B。来啊 ，Anyone 可以给后港的地址吗？可以 ，Any， 我们在 Star of Coburn， 你知道吗 ？Star of Coburn 那个 building，Coburn MRT 走路过去大概5分钟而已，非常靠近 MRT。啊 ，Kelly。I have stitch scar on my eyebrows, still can do. Kelly 可以啊，其实很多人做眉毛就是因为有 scar， 就是因为有 scar、哦、有疤痕才做眉毛的。然后只是刚开始第一次做完可能不会非常上色，就你脱色过后可能疤痕的地方会浅一点，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帮你补上去，一般上就 OK 了的，不需要担心哈。很多的例子了啦，之前有做过的。对，很多尤其是男生，很多男生做眉毛都是因为那个眉毛上面有一些疤痕。Hello, 过去外啊 ，My eyebrow are done by you. 哦 ，Alice， 可能我要看你的那个照片，我才认得出一下子。谢谢艾薇，很多人抢了，很多人指定你，哎，他比较贵哦，我跟你讲哦，没有直播价的哦，他比较贵的、哦。艾薇原本的眉毛就是我做的了，所以哈、哦，对，艾薇你做比较贵 ，right？ 对对对。现在任何一个我们的这个修眉师专业的老师做280块。对、嗯，可是我们所有老师都很好，你们真的不需要担心。9年哦，对，我的眉毛也是给我们的老师操作的。他们9年有4间店了，在新加坡9年，好、啊，所以呢，任何问题就问他们。对，谢谢你，艾薇。谢谢。啊，有红唇可以做吗？谢谢。红眉可以做吗？红眉。哦，不是红唇 ，sorry。哎、哦，你可以，可以。嗯，对，其实我们很多客户，他们都是可能在外面做了眉毛，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讲变色了，然后过来这边做调整的。你可以安排时间过来做一个 consultation， 我们看了你眉毛再给你 advice， 是可以做调整的。哎，你帮我 WhatsApp 他们啊， 91756511， 或者点击那个 link 直接去 WhatsApp 他们，谢谢你。对对，然后 Eunice 讲，如果之前的眉毛变红了，可以需要 remove 了才做吗？ Eunice 我们看你的眉毛情况，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技术可以直接做转色、哦、就是转了颜色之后呢再给你上你的形状，可是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眉毛有多红才能确定。你可以直接拍照给我们 WhatsApp 我们，然后等一下我可以帮你看。对 ，Eunice 帮我 WhatsApp 一下啊，91756511，谢谢你们的 support， 谢谢。OK， 记得呢，我们呢如果有任何问题 ，WhatsApp 或者呢去 follow 他们 Archangel Brown。是的，可乐的粉丝真的很 supportive，、讲话这么多，平时我做 live、留言那几只。哎呦，真的，谢谢。我看哇，很好哎，谢谢他们。对、他们这做的便宜，可乐做比较便宜，指定可乐做，我做是无价 free 的，来做来做，你赶紧就来，是，所以谢谢我们现在做的朋友，谢谢你们，我的直播还会留着 ，OK， 限定你们今天以内啊，如果明天直播你们就没有这个直播价了，直接去瓦塞，他们瓦塞号码是91756511。好，这边再重申一次，其实不管是眉毛、睫毛还是嘴唇、眼线，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呢？不是讲我做美了取悦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是过来了，我们自己做好。好了，就是平时我好像我自己化妆，可能我就是画眼线拉长一点点，打一个粉底而已。就是当你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很舒服。是。然后我们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客户从普通，然后不懂得怎么打扮，到越变越美。真的。所以我们觉得做这种东西是很有价值的。这是爱自己。有人对爱自己，多爱自己。Yeah, 对，我觉得爱自己比较重要。是的。所以呢，投资在自己身上永远不会吃亏的。对。爱自己，爱父亲节要到了，帮妈妈买，帮妈妈买。买给妈妈做一个睫毛280里面有没？买给她做一个开心，做一个这个睫毛78块钱，做一个嘴唇780多块，对，买给她让她来做，我一定一年今年内做就 OK 了。母亲节买了直接就来做了，直接就变美了。母亲节就带她过来，我们其实很多客户就是母亲节带老婆过来，就想给老婆一个惊喜带过来做。哦，几时有休息吗？
有我们都有开的，只有新年 Chinese New Year 我们没有开。几点到几点？如果weekday 是11点到9点，如果 Saturday 是10点到8点，如果是Sunday 或者是 Holiday 是10点到7点。嗯，所以记得哦，如果到日子 follow 他们 page， 他们会讲没有开的，平时天都有开。对，如果真的不明白 ，WhatsApp 9175-6511，谢谢你们，我也谢谢依琳，期待你们来，谢谢可乐，谢谢你们，不要指定卡很贵，不会不会很贵，可是我们的心意真的就很好，很棒了，你看我们的王文生老师，还有老板娘。保证的就是让你们遇到最美的自己耶、yeah! 记住我们的其他的老师都是要在3年以上的经验，然后不用担心，是的，全部专业有色的，有专业的这个水平的，然后起来变美美就好了，再见，谢谢老板娘，谢谢，谢谢，拜拜，哇塞他们，哇塞他们， OK OK， 哇塞我们拜拜。